As a matter of fact, I often think of the Book of Psalms as a portrait gallery of God. Of course, not paintings, but verbal or word portraits of God that are often communicated through figurative language, which, like metaphor, where God is compared to a shepherd, a king, a warrior, and even a mother in Psalm 131. 许多的圣经的书卷都是神对人讲话，但是诗篇呢，却是人的祷告，是人对上帝的回应。为什么现代人这么喜欢诗篇呢？其实有很深的道理。在希伯来圣经，诗篇第一个字是福，希伯来文是 Ashrei， 所以意思说诗篇用福这个字来开始，引导人一步一步的进入上帝的恩福当中。所以诗篇里头是人对神的回应，反映了人的需要以及人生的经历。所以在诗篇里头，我们不单看到赞美，我们更看见人生的患难、悲哀、痛苦、挣扎，以及自己在罪里头的伤痛。所以在这些真实的人生经历里头，我们从诗篇里头看见我们人的软弱，我们已经看见人需要上帝的同在，以及需要上帝的拯救。很多人对旧约圣经一直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旧约里头的上帝是非常严厉，而且动不动就生气就审判的上帝。的确，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但这位公义的上帝难道只是动不动生气跟审判吗？要解开这个谜，最好的路径就是进入诗篇的世界。那我们都了解，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我们说圣经是神启示的，一点都不是问题。因为你看先知书、看福音书、看历史书啊，你特别是诗歌智慧书里面，箴言说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神的话句句定准，我们觉得可以接受。这的确是这样。可是当我们来到诗篇，情况好像有一点不同。怎么说呢？难不成在诗篇里面每一句话都是上帝要诗人这样写下来的吗？明明诗篇是人的祷告，为什么诗篇又成为上帝的启示呢？这件事情对许多人来说，我们不是那么认真的探究，但如果你仔细想想，你正是会发现原来旧约圣经隐藏着太多上帝慈爱的线索。当你好好的进入诗篇的世界，你可以深深体会到，看起来是缺席的上帝，事实上他在每一个祷告、每一个情绪转折当中，他都在那里。举例说明，当诗人说“耶和华，你为何离弃我？”当诗人说出这些话的时候，绝对不可能是上帝压着诗人说：“你写，你写，耶和华，你为何离弃我？你写，你写，为何我的眼泪要把床把它都飘起来了？”这些事情不可能是上帝压着人类写，但是我们就明明知道说，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神所默示的，这真是一个奥秘。明明是人的情感所澎湃涌流出来的，为什么说诗篇也是上帝所默示的呢？ As the psalmist talks about God with these metaphors of comparison,The psalmist is inviting us to reflect on in what way is God like a king? In what way is God like a warrior? In what way is God like a shepherd? And of course, Psalm 23 helps us to unpack that image as it talks about God like a shepherd guiding us, protecting us, providing for us. And so,That's the way the Psalms communicate theology to us. 所以在诗篇里头，我们感受到神的同在，就像诗篇23篇诗人所讲的，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甚至我行过死荫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所以在诗篇里头，最后你看见不是人的问题，而是看见上帝的同在，以及上帝对我们人每一个人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姐妹，诗篇带着上帝极深的慈爱，你看到什么？我们身处在一个结果论的时代，什么事情都是盖棺论定的，什么事情都是这个结果就是如此。那如果圣经也只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我们要说圣经会使我们进入到一个结果论的启示，那并不是上帝完整的启示。诗篇让我们看见一个过程，一个在生命的难过跌宕当中，极深的忧伤里头，它让人的忧患，让人的狂喜有一个安顿的地方。想想看，诗篇里面所出现的咒诅诗，当诗人很生气的愤怒，要咒诅敌人的孩子，要咒诅敌人要死掉，他的太太要变成寡妇，他的孩子要变成孤儿，你说哇，天哪，如果以今天的角度来看，怎么可能要一个基督徒把这么不见证不荣耀神这么没有爱心的话写下来，然后变成是圣经呢？可是好奇妙，我们的圣经所揭露出来的是如此人类的不堪，却是有一位那么慈爱的上帝，他让我们的生命可以透过喜怒哀乐的安顿，而这个安顿不是情绪的安顿，是这个喜怒哀乐能够向那一位在场的上帝说话。当我们将各样的欢喜快乐忧伤都能够百无禁忌的向我们的上帝所说出来的时候，你会体会到这位上帝真是一位宽广，真是一位极深怜悯的上帝。他要的不是标准答案，他要的是我们真心的向他揭露我们的内心世界。他要的不是一个美好的结果，他要的是一个真实的过程。所以在诗篇里头，我们看见盼望，最重要的是我们看见神，因为这位神他是创造主，他是眷顾我们的上帝，甚至在自然宇宙当中，我们都可以看见他的智慧以及他的同在。所以在诗篇里头有一个很大的转换，就是从人的祷告、人的需要、人的问题，最后我们看见是上帝的掌权。所以耶和华坐作为王，这是诗篇的主题。我们就看见上帝不但是历史之主，他也是我们生命之主。诗篇是非常好的，从服务开始，然后经历到上帝的同在的服务，最后我们看见我们可以发出赞美。想想看，在诗篇里面大卫的认罪诗，若不是他的认罪32篇51篇那么真实的将他内在的难处向上帝揭露，我们今天大概也很难能够体会到大卫在犯罪的时候那个很纠结不知道该怎么样阐述的内心世界，他都被上帝安顿了下来。上帝听，上帝听每一个罪人的祷告，上帝听，上帝听每一个做错事情的人的祷告。诗篇让罪人有说话的权利。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是用结果论来看，我们都说哎呀，这个人没有资格讲话，那个人没有资格什么那个，因为我们用结果来看。但诗篇让我们看见一个过程的上帝，不是上帝在过程中，是上帝眼中的人在过程当中。上帝陪着我们成圣，上帝陪着我们从流泪谷渐渐走向欢喜欢呼，收割流难于你之地，这是一个过程。所以在诗篇里头，我们看到不同的主题，最明显的主题最多的诗篇是讲到人的悲哀，人内心的忧虑，人内心的彷徨，以及肉体上的疾病的折磨，以及心灵的痛苦。如果没有神，这是很难的。所以在诗篇里头，我们就看到不同的主题的展示。我们在诗篇里头看见他有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就是怎么从人的悲哀可以到上帝面前发出我们的赞美。所以诗篇是一条从悲哀到赞美的一条属灵的路程。
诗篇作为一个过程，它把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勾勒出来。但是当我们看这个是一个过程，我们却同时看到一个很奇妙的结果。诗篇是由五卷本，或者说五卷的概念所被架构起来。如果你仔细看，每一卷的结束都是以赞美诗做结束的。这并不是强迫所有人要打断牙齿或血吞，不，它是要引导我们去看见整个150篇像是我们整个的生命。而我们生命为什么最后能够去到赞美上帝？那是因为我们走过哀歌，我们走过感恩，我们走过生命各样的纠结。更有趣的是，如果我们仔细体会诗篇里面的群体哀歌或个人哀歌，里面常常夹杂的赞美，你不觉得这正是生命里面的实况吗？有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流着泪来到他的面前，但是当我们把所有的心情讲完了之后，我们就欢笑的离开。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夹杂的如此多真实的眼泪，真实的欢笑。为什么诗篇最后结束，每一卷的结束都能以赞美结束？不是他要告诉我们要头好壮壮，然后要讲标准答案，上帝才会开心，不是的。而是当我们的生命有了真实，我们就能够从神的面前欢喜快乐的离开。我们不用假装要直接去到结果，如果没有那个过程，没有流泪的过程，没有生气的过程，你是去不到那个结果的。所以当你没有办法赞美的时候，你要看诗篇；当你忧伤的时候，你要看诗篇；当你觉得人生一帆风顺的时候，你更要看诗篇。因为如果你没有透过诗篇，你会错过太多忧伤的生命，你会错过太多生命忧伤的时刻。愿上帝透过诗篇恢复我们的真实，愿上帝透过诗篇接纳我们生命每一段过程。